你好，我叫朱海丽，我可以知道游戏不当话本吗？见到你很高兴，我叫阿扎利，是的，这是普通话版。你好，你们好吗？我的名字是伊达，这是我的朋友朱卡奈。您好，我是伊达伊的朋友，我的名字是 Zol。很高兴认识你们。Kai，你是哪里人？因为你看起来很熟悉。我来自槟城，您呼和阿查理槟城吗？哇，槟城有很多好吃的食物。我住在圣米兰州，哪里一带？我来自北非拉克，这就是为什么我有一个北方方言。你呢？做干呢？我来自一个有九个的古地州，北京和圣米兰州。正确，我正在获得教育工程，学习教育你们呢。和我一样。和我一样。伙计们，我可以用您的电话号码组成一个 WhatsApp 组吗？我的是017-376-8864。我的电话号码是09444-3694。我的电话号码是011-128-4909。我可以知道你们为什么要上这门课吗？我是王，学习工程师，因为这是我独自建所在。你的软件其实并不很足够呢。我想想，我的朋友伊达伊一样是工程组的顶尖优秀。对于我来说，我希望在有点组织之前，可以认识更多的新朋友。听起来不错，我可以知道什么时候上课吗？我不确定，因为我也是新来的。我们上课时你知道做干来吗？课程将于上午9点开始，我有现在。考虑这个主题。Azhari，您知道社会教我们这个科目吗？抱歉，因为我不知道，请会教我们。根据教师的时间表，将教我们的老师是张教明女士。哦，我认识他，他住在我家附近。上课即将开始。我们给予指令。好的，好的。